好，你好，杜鹃。今天见到你非常高兴，尤其是你这件亮丽的衣服，显着人更美丽。谢谢谢谢，我也很喜欢这个颜色。咱们随便转转，这个公园很漂亮。妹，我知道你是一个著名的国际电影制片人，也听说你跨了很多界，你可不可以简单介绍一下你啊？谢谢谢谢。我确实是从国际贸易，然后涉足这个国际影视、奥运产业、教育，确实是一直在跨界融合吧。然后也非常幸运，在影视方面我能够和很多著名的奥斯卡导演团队合作，像司空导演、喀麦隆导演。然后在奥运方面呢，我也是能够和三任奥委会主席有一些互动，包括国教会员，所以确实是积累了很多的经验，也是人生的经历吧。看来你的能力是真是相当啊，这不是随随便便谁都能去做的事情。哎，我还听说你最近要去参加温哥华市议员的竞选，有这回事儿吧？是的，谢谢杜鹃关心。是的，我在现在是在进步温哥华这个团队参选温哥华的市议员。我有一件事想问问你啊。因为我们华人从国内移民到海外，那么其实都是想过一种安逸的日子。那么这种安逸的生活，就是移民来了之后呢，那我们就关起门来过自己的日子，各扫门前雪吧。遇到事情反正事不管己，我们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那么从这个我们参政的比例来说，我们和这个印度族裔来比，他们的移民人数和他们的参政人数的比例是远远高于我们华人的。那么是什么事情导致你有这种决心去参政，而且作为一个女性？杜鹃，你的这番话让我真的很有触动。我也移民20多年了啊。关于加拿大的这个民主政治一直有所参与，也有很多的观察。就像你说的，我们华裔一般都比较隐忍啊，对，就是觉得我只要管好自己就可以了。那么实际上呢，在加拿大的这种民主政三级政府，你的选票就是你的话语权啊。如果你不参与不投票，那就没有人关心你了。对，因为你自己都不关心自己。所以正是尤其最近疫情以来这几年，种族歧视啊，针对亚裔的这个犯罪事件啊，急剧的上升啊，事件是，所以呢，就是也是让我深切的感受到，我们华裔或者是说为了我们华社未来在加拿大的这个生存空间，真的需要站出来。妹，刚才听你说了很多，也能感觉到你这次想参选的这个决心。在这边做这种议员呢，他其实纯属就是为大众服务，绝对公仆。对对对。那么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你的这个政纲要有。那我不知道你的政纲是什么。现在这次温哥华市选呢，大家最关切的啊，因为市政的层面就是民生，今年温哥华最大的民生就是房屋可负担性。对，那么如何才能做到真正可持续的可负担？我认为就要建立在经济繁荣的基础上。温哥华需要打造新的经济引擎。那么温哥华基于它的这个城市特点，基于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我就认为数字经济，尤其是温哥华的电影工业，应该成为温哥华在世界上和它地位相匹配的这样的经济。就是我们要打造温哥华作为世界著名的影视制作基地，它独特的品牌，它的原创 IP， 实际就是要提升温哥华的数字影视产业它的财富影响力，让大家一起赚钱。
太认同你这个了，因为我也是这方面的一个爱好者，尤其是温哥华这座城市，它的从它的风光和气候，实际上都是很独特，世界上也是少有的一座城市，不可复制的。对，我们非常幸运。是的，是的。我们如何像您说的这个非常好，但是如何来实施它这个问题？那么你是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新西兰呢，在电影工业被称为惠莱坞。那么它是怎么做到的？它就是一部电影叫《指环王》三部曲，一个导演叫彼得·杰克逊，那么呢就打造出整个新西兰的电影工业，号称惠莱坞。惠灵顿，它为什么叫惠莱坞？就是在新西兰首都惠莱坞的惠灵顿的周围。那么关键是这样一个大电影项目，用好莱坞的资金直接还带火了新西兰的旅游产业。而且呢，我在斯坦福大学做访问学者，主要研究的就是世界电影工业，或者是说文明可视化，就是怎么把我们的这么好的这个舞台，我们的独特的这些资源全都能够变成资产，就是我们的数字内容要变成数字资产，让所有的温哥华的居民都能够受益。那就像惠莱坞，那么它的这个电影的收益、旅游的收益，然后呢还有许多延伸产品的一个产业链，那么就直接惠及所有的这个新西兰，当然尤其是那座城市的居民。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现在处于一个数字经济的时代。杜鹃，我要问你，你说加拿大哪个岛是最大，或者是温哥华哪个岛是最大？我不是太清楚，是手机岛。因为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就是可视化的一代，大千世界，但是呢也在方寸之间。所以说，我希望就是能够让温哥华成为更有利于年轻人释放他们创意的这样的一个社区创意数字岛。那么去年就有7000的年轻人离开了温哥华，主要是因为不可负担。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够为年轻人创业、就业，市政府和机构和这个省政府、联邦政府来这个协同合作，能够让年轻人留在温哥华。妹，刚才你讲的非常棒，我相信温哥华的年轻人是很受益。那么还有一个问题，你也知道我们这个城市老龄化也很厉害，那么你有没有为老年人做什么计划？有没有给他们一些福利呢？一定的，一个城市一定是年轻人有活力有希望，老年人能颐养天年才是最好的城市。对，那么我自己或者是说我们进步温哥华都是以青年人和老年人，我们中小企业为重点的这个服务的对象。那我们的老年人，我们奶奶们，其实在这个数字时代啊，数字的时代，我们在这个老年福利啊、养老机构啊，都可以共同合作来建立一些小的这个制作中心，让我们的老年人也能够名上成浪，一不小心也成了网红啊，让他们也讲一讲，就是 Once upon a time in Vancouver 啊，温哥华的往事。这样我就知道我们有一个很多这样的舞蹈团，对，都很受欢迎。是的，哎呀，太好了，我期待着这一天。同时呢，我也会成为你的忠实粉丝，也做你的后盾之一。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参与进来，能支持我们华人参选。就是对这个历程，就是一个大家一起参与，对，共同来建设美好温哥华的过程。是啊。谢谢。最后预祝您一切顺利，参选成功。借杜鹃吉言。小孔成像，小故事，大道理，希望您喜欢。